而在花莲市，这个周末假期包括了基固、吉宝干、吉科普以及达苏达苏南和达姑布湾部落都举办了相关的部落丰年祭典活动。市长魏家贤也特别亲自前往祝福，也期盼借由文化的传承，让族语、美食和歌舞都能够向下的扎根，成为原住民族的特色。每年七八月份是阿美族丰年祭期间，各个部落都陆续举办丰年祭活动。这个星期假日，花莲市包括了吉固、吉宝干、吉科普、达苏达苏难，还有达姑布万部落都举办了丰年祭。市长魏家贤亲自前往祝福，并期盼借由文化传承，让族语、美食和歌舞都可以向下扎根，成为原住民族的特色。今天也是非常热闹的一天，好几个部落同时都在办我们丰年祭，也希望我们所有的族人们都谨记过去祖先所传授给我们的一些技巧、技艺跟技艺，都能够把这样子的东西传授给我们下一代，也希望我们子子孙孙都能够把过去祖先的智慧继承起来。在过去的日子里面，真的也靠着我们部落的祈祷跟部落的族人们共同努力，把文化捍卫起来。我们真的也希望年轻的朋友能够一棒接一棒，把部落的文化传承下来。这六年来，也跟大家报告，我们有五个部落聚会所逐步的完成，也逐步的动工。对部落族人们，过去是没有部落聚会所在花莲市，现在我们很骄傲的讲，我们部落聚会所是最漂亮的，对不对？对，可以变成所有在学校使用的一个典范。是，未来我们也希望有更多的部落族人们能够回到自己的家乡，捍卫自己的文化。魏家贤表示，丰年祭是文化传承的大日子，看到现场有不少年轻人回乡承接部落文化的美好，真心祈求主灵保佑花莲市每一个人平安。而即将在年底卸任的魏家贤，他也强调会致力于部落事务，包括正在规划新建的部落文化聚会所都会持续进行。他也希望下一任市长能够以部落事务为优先，推展原民文化向下扎根。接下来花莲市还有几场的丰年祭，包括了8月13号在明年国小的格努伊部落、中流公园的拉苏旦部落，8月20号是在国府里萨基拉雅祭祀广场的萨库尔部落，东兴路大本部落聚会所的大本部落，8月21号则是在中原国小的巴尔巴尔烂部落。至于泰鲁格族感恩祭，则是8月27号上午在原住民文化历史馆旁的福伦公园。想参加的民众可以上花莲市公所的官网来查询各个部落的时间地点。谢瑞慧欢迎报道。